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。 鲨鱼宝宝今天看起来有点累。啊，鲨鱼宝宝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们能给鲨鱼宝宝吃点什么呢？啊，有东西从船上掉了下来。哇，有好多水果呀，小朋友。 为了让鲨鱼宝宝恢复活力，我们给它吃点美味的水果，怎么样呢？这里有红色的草莓，草莓看起来很好吃。鲨鱼宝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。 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。哈哈哈，鲨鱼宝宝吃完草莓，变身成草莓鲨鱼了，好吃吗？鲨鱼宝宝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吃哪一种水果呢？ 是蓝色的蓝莓，嗯，闻起来很香甜。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。这一次，鲨鱼宝宝变身成蓝莓鲨鱼。 你看起来很棒。我想知道这个柑橘类水果是什么。哦，是粉色的西柚。嗯，好清爽，看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 粉色西柚嘟噜噜嘟噜，粉色西柚嘟噜噜嘟噜，粉色西柚。鲨鱼宝宝变身成西柚了，酸酸甜甜的。这种水果是绿色的，还有弯曲的条纹，会是什么水果呢？ 啊哈！最后一个水果是西瓜，看起来新鲜又香甜。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。鲨鱼宝宝，你在哪儿？ 你在这儿，你们看，鲨鱼宝宝身上的西瓜条纹，有点像海草。<笑>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粉色西柚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。鲨鱼宝宝吃完水果，你吃饱了吗？变成不同的水果真是太有趣了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变身吧，拜拜！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碰碰狐。